他昨天约我去吃宵夜，害得我今天迟到了。你一个干，兄弟，我们是啊，我们是那个好兄弟，行吗？签不下去，兄弟，真签不下去。第三名啊，在直播呢，这种东西后封号的哈、啊。没有，我俩是兄弟。我跟你说，我把法务当兄弟，法务把我当暧昧对象了，属于是。啊，你说你不，我不认你，那你为什么只约我去吃宵夜？这么多人，你只约了我，没有，对吧？你怎么不约小罗呢？你说的对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拿我当暧昧对象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拿我当啊？你拿我当我把你当兄弟，你既然对我有别的想法，谢谢。我拿你当兄弟，既然把我有对我有别的想法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要早说，你不早说我怎么知道呢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啊，你知道又怎么样了？什么东西坐腿上？不能坐腿上，坐腿上是封号。来，我坐你腿上来。啊哦，老爹，抱在一起，不要这样。你老姜，你干嘛呢？你这样我也很难做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想追我，你就大胆一点，你别老这样缠着掖着，真是的。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兄弟们。哎，你拿我当暧昧对象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见到我不要那么激动，你干嘛呀？你看我在你直播间，我有笑过吗？嘿嘿嘿嘿，好吧，你最好还是不要笑啊。行，我还是笑起来可爱一点。大哥都说了，我笑起来可爱一点，你为什么不承认呢？这牙齿哦，我不要笑是吧？我不能笑给兄弟们看，只能笑给你看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占有欲好强，我受不了。来，越喜欢越不敢看。看吧，没事的，勇气。呛我干啥呀？我勇气啊！来，虎皮星耀，来，把胃挺快的，胃小王也来。哎，对，小王开心吗？小王开心，感不感谢师傅？感谢，干！还在跳呀？师傅，哎呀，一起跳！我是为你的仇，你看你是我的魔女，谁让我懂，你是为你的仇。高兴，哎，你真开心的，适应了吧？哎，造孽，来，好一个，看，给咱徒弟喂一个。对，没事可以去看看小黄直播。兄弟们，王小鲁的鸡爪又有了啊！王小鲁的这个是虎皮凤爪，慢点，来，哎呀，你瞅瞅，哎呀，这多好，高兴吧？高兴，高兴，跳！怎么回事？你很多事呢。对啊，这铁你说能铁吗？我打了个包啊！我的妈嘞！我打了，我起个包，起个包，他好像是这样，让你包，起个包。哟，打了血管堵塞了一下。你说说，你那有剑的？哦，有剑。没事啊，师傅不用怪你。啊，快来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！来。小黄现在和法务这个到什么阶段了？小黄，到哪个阶段了？啊？小黄明天跟老公去看啊？跟谁？跟你老公？你老公谁呀？跟他撅嘴？你老公谁？啊？谁？你瞅你那，瞅你那死样。你找过谁？说一个字就知道了。才不好意思，好不好意思啊？小黄，你看啊，什么都好意思，都活泼。你看一提到，哎，这就不好意思。嗯嗯，那兄弟帮你说，兄弟说法务。啊，法务现在看着手机也在笑呢。
是吧？嗯，他也在笑了，他也在高兴了，也像你在瘪嘴呢。毛不天在家里地笑。老爸，对，我就要想那一座品子，老爸，我有一个独立，哎，非常非常美丽，哇塞哇塞，非常非常哇塞，那身材，那身高，你们兄弟们，兄弟们你们打一个，你们都说是小黄，兄弟们，我徒弟小黄身材是不是特别好看，是不是倍儿棒？兄弟们说是，打个是，给我爸看看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来叫你施工施工，好不好？来。那个老爸，这样给你个惊喜，来演一下演到天台上，我们一定要有惊喜，好吧？让我徒弟给你跳一下。哎呀，我有那舞啊，我的妈那女儿呀，我的妈，可带劲儿！小黄，啊，最后500单啊，兄弟，最后500单。今天那个老爸第一次这个马上认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准备吃茶啊？私生女。一会儿。对着你师傅笑，开心，对着施工，哎，来来来，施工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下一个，怎么？哎，对，耶！这红毛，你这功夫厉害！是不是拿水吃吗？啊，对，不是，是体验期，没毛病，拿水吃的。啊，对，没毛病啊。那个背弓这个操作是没毛病的，我搞错了啊，不好意思。来来来来，来，你看徐老板他有没有穿那个 C 袜？穿丝袜。来截图，兄弟们看，小大杨哥盯着人家，人家牛腿了。我上去了，我是。嗨，丫丫这是叫什么？你刚吃什么？不是，不是，老兄成怒。哎呀，老兄成怒啊，兄弟们！哎呀，哎呀，害我，害我！还真打呀！别以为你长得帅，我就不打你。136.9啊，也可以送人啊。想了，小丫想了，小丫欠，不欠来跳，这很简单啊。屁放的就四个人一起放。